哇，今天有歌听哦。哇，今天天阴阴这样，所以听一点歌很有意境哈。Hello， 大家都进来了吗？我们要开始咯，快点 share 出去咯，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今天要做蘑菇汤，噔噔，蘑菇汤，你们蘑菇都预备好了吗？中午好，中午好，天有一点黑哦，所以我们听 T O O， 孙燕姿的 T O O。午安，午安。咪咪好，修丽好，李连美午安哦，谢谢大家分享咯，快点分享出去，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开始咯。今天要做 mushroom soup， 要做蘑菇汤，然后也要做那个牛奶面包哈、哦，牛奶面包，给你们看一下成品好吗？带大家去看一下，等一下哦。嗯，有成品了吗？牛奶面包。等一下哦，哎，你们要 share 出去，然后黄阿姨就会来咯，她今天有特别准备哦，所以你看她到现在还不要出来哦，因为她有特别准备了一点东西哦。来了啊，噔噔，你们有看到她今天有不一样吗？没有啦，一样的哈、哦。你有看到发型不一样吗？哈喽，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进来了哈，分享了，谢谢你米粒。 OK， 中午好，中午好，哇，很多人都 share 出去了哈。 OK， 肖丽也分享了。 OK， 中午好，崔赖也来了哈，林林，中午好，我是美女吗？谢谢你哦，谢谢你们分享了，分享了，来了来了，今天下午来重头戏哈，来 mushroom soup， 我们来做蘑菇汤，因为发现有很多粉丝讲啊，就是很喜欢那个蘑菇汤啦，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去找了蘑菇，噔噔，做蘑菇汤，那是蘑菇，是的，是，黄阿姨很美哈，啊，买这样一 pack 哈，你们去买这样子一 pack 就可以了哈。OK， 如果你们在家不能够出来的哈，啊，你们就叫人家 delivery 去你们家里哈。哎，你们这一些在家里MCO lockdown 的，你们还好吗？大家过得怎么样啊？在家里煮多多好料吃就好了。在家里煮多多好料，健康吃哈。啊，做包吃，然后煮汤喝。OK， 都健康。是的，咪咪讲黄阿姨今天好不同哦，是咯，今天很不同，因为发型很不同。因为今天煮蘑菇汤，对，黄阿姨梳一个蘑菇头，你们就知道黄阿姨有煮过蘑菇汤的吗？因为黄阿姨的头发做到很美，她讲今天衣服就没有配颜色了哈、哦，可是今天发型配蘑菇哈、哦，所以头发像蘑菇吗？我放近一点给你们看啊。像蘑菇头吗？像吗？这个就是蘑菇头黄阿姨，这个就是蘑菇哈、哦，所以蘑菇黄阿姨和蘑菇头，好笑哦，有讲有笑哈、哦，等一下就做蘑菇汤了哈、哦。所以你们看今天黄阿姨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做包包先哈。做包先哈。我想到有要做蘑菇的话，要配包吃哈。嗯。配那包包吃。Florence 讲今天很时髦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欣赏黄阿姨的什么啦？艺术美和时髦，还有服装打扮。电话在你那边啊。嗯，电话在我这边。哎，昨天那个包包给他们看一下。哦，昨天的包包哈，我有 share 上去给大家看了哈，你们都有看到那个包哈，我刚有 share 了。啊，那是我昨天做的。你看啊，其实黄阿姨每一次做直播，不是她都会预先做一下，啊、然后 testing， 然后过后不是才给大家看哈。一份就有八粒。OK。是关关的，没有。所以今天教你们做的 recipe， 这个是做一份有八粒的哈、啊，有八粒那个牛奶面包的哈、啊。
如果你们家里不是好像比如说你有空的时候你可以做两份三份都可以的哈，你就一次过做两份三份这样哈，因为它一份只有200g的面粉哈。啊，一份有200g的面粉，哇，他们讲你的头发配蘑菇，衣服也像蘑菇哈，今天因为今天做蘑菇汤了大家，所以其实是很容易猜得到的。看食物就好了，你们要注意看一下食物煮得好不好吃比较重要啊。食物好吃，人也要好看。然后啊，小美怎样操作比较重要哈。是的，小美怎样操作也很重要，然后食物也要好看。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开始咯，我们开始咯，大家现在再花一点点时间，给你们20秒分享出去 ，share 出去，跟大家讲，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哈。我们多一下子，多20秒就开始了。今天我们有蘑菇黄阿姨，蘑菇头配蘑菇衣，然后蘑菇头蘑菇衣，然后配蘑菇在这边，然后就做蘑菇汤。不过 before 我们做蘑菇汤，我们先做那个牛油面包先哈，好不好？我们先做那个香菜包哈，香菜牛奶面包啊，香菜的牛奶面包，它叫做Parsley milk bun， Parsley 的 milk bun 哈。OK， 你们开始咯，我们开始咯。好，转过来，镜头转过来这边。OK， 好。大家中午好哦，我是黄阿姨，我们一起来举刀咯。OK， 好，我们开始举刀了，我们现在镜头转过来。OK， 首先我们是牛奶130哈，你现在只是看我过程 ，recipe 多少比例，我们会放上去哈。OK， 好，牛奶现在放多少？130 gram 哈，大家中午好，谢谢你们 share 出去，谢谢你们的 like。不吃牛奶的人放水也可以哈。OK， 你如果没有啊，不要喝牛奶，那么你可以放水。给我看一下那个牛奶，今天的好像牛奶我们用不一样牌子了哈。也是 full cream 哈，也是 full cream 的牛奶，来给我看一下。今天我们用 full cream 的牛奶也是一样的，只是讲最近心血来潮换别的牌子了。OK， 不过也是 full cream。哦，因为另外一种卖完了哈，所以用哪一种都 OK， 只要是 full cream milk 哈。OK， 谢谢大家 share 出去哦。我们现在开始做那个牛奶面包哈。糖30 gram。30 gram 的糖 ，OK， 然后一茶匙啊，酵母一茶匙，啊，这样一茶匙哈，啊，一茶匙，来给大家看一下茶匙哈，啊，茶匙是这样的，哦，是的，因为有粉丝就问茶匙和汤匙的分别哈，来，这个是茶匙，茶匙是这样的 ，OK， 汤匙比较大个哈，汤匙我去找一把汤匙一下 ，OK， 对，来汤匙。汤匙、茶匙 ，OK， 看得到吗 ？OK， 汤匙、茶匙的分别，我们现在用一茶匙的酵母哈 ，OK，所以我们就给它转预热它那个酵母哈，因为每一次你们做包的时候不是都要预热它酵母哈，给它一点点温温，它酵母比较活跃啊。转过一点可以看到蘑菇头黄阿姨啊，这个给它二，所以是一分钟。37度，速度二，一分钟37度，速度二哈。OK。现在我们才加面粉进来哈。啊，我们现在先预热先哈。Hello， 大家中午好。OK， 今天中午我们做牛奶面包，然后也做蘑菇汤哈。谢谢你们都分享出去了。OK， 皇家母女中午好，是的。下午好，大家都进来了哈 ，Justina， 然后哦 ，Brunei On， 你是 Brunei 人吗？是的 ，He Suhi 也来了 ，Stella 也进来了 ，Alexis 中午好 有时候啊，我可能会 miss 掉一些问题，不是？如果你们啊有问题问我的话，你们可以啊再问哈。如果我 miss 掉的话，要跟我讲哈，因为黄小妹有时候有近视啦。OK，Hello Michelle 也进来了，感谢大家收看。现在我们在预热这一个包哈。OK， 差不多时间到了。好呀。时间到了。
这个预热的过程呢，就是因为我们放了牛奶，然后放了酵母，还有钙，还放什么糖哈、哦、啊，然后去预热三种东西、嗯。这里也是三种。OK， 高筋白无，低筋50，牛奶粉20哈。OK， 这一边有高筋粉白无，低筋粉50 gram 和牛奶粉。20 gram， OK， 不要担心哈、哦，食谱我们都会上传上去给大家的。我们现在把它倒进去刚刚预热的那一个牛奶，现在就给它揉哈，现在给它揉，来，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哈。大仙妈，中午好，用夫庆，中午好。这个是揉哈，千千线，谢谢你分享喽。我们现在去揉，2分钟，两分钟，就按揉。然后就会自己揉了哦。对 ，OK， 小美很好，做什么嘞？因为它是转刀的哈、哦，所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哦。你看它里面，它是五次顺时针，一次逆时针的转哦。它会跟你揉面团哦，它不但会跟你煮，它也会跟你揉哈，也跟你炒那些都会，然后打都会哈、哦。所以你们说小美会贵吗？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哦，它就是这样揉，五次顺时针，一次逆时针哦。OK，Alexis 问讲用什么牌子的牛奶粉呢、啊？牛奶粉用 full cream 的哈、哦。full cream 的 Alexis 哪一个牌子都可以哦，只要是 full cream 的就 OK 了。用 full cream 的哦，丹韵问讲，上次 GDL 除了做豆腐花，还可以用在哪里呀、啊？上次 GDL 的那个粉啊，丹韵问。GDL。对，那天我们有回答过，其实 GDL 除了用在豆腐花以外，也可以用在那些。有是可以做布丁的。布丁啊，是可以也是可以做布丁哈、哦，丹韵。哇哦，金珠中午好 ，Monica 也分享了，谢谢你们哦。有人做豆腐花吗？是咯，你们有人做豆腐花的吗？下午好，哎，我现在看回头哈、哦，哇，真的好多人呢，今天 Jen 也来 ，Emily 也来。有一个给我们看豆腐花。豆腐花的哈 ，OK， 我给大家看一下，哎，之前有粉丝分享的有豆腐花哎。啊，做的比我做的还美。OK， 这个要值得奖励一下。因为他做的比黄阿姨做的还要美，开心看了哈。是的，这个，你看啊，他的豆腐花做了不是非常非常的滑哦，很滑哦，看得到吗？像一面镜子这样哦。昨天做了豆腐花 ，Florence 讲，对，这个粉丝也是做了豆腐花的哦。哇，都好棒哦，你们。所以我们现在他揉好了不是？我们现在加盐哦。我们加盐，盐加多少？加一点点，少许。少许盐哈。哎，张修妹，下午好，加油，茉莉 ，Hello。然后现在加盐给它加牛油哈。嗯。现在我们加牛油哈。牛油只有15 gram 哈。牛油放15 gram。今天做牛奶面包哈、哦，看得到吗？哇 ，Justina 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只是分享而已啦。然后啊，所以人家你们看的啊，其实你们比较厉害，你们做的都比较好吃哎。因为我看过很多粉丝不是 send 的照片啊，都是很漂亮的哎，而且还摆盘，还有旁边放花 decoration， 你们真的都好厉害哦，是咯。下午好。大家都进来了哈，今天我们在做的是那个牛奶面包。Florence， 你做了昨天做了豆腐花，你照片有拍吗？可以分享给我们看哦。Lisa Chu， 中午好。Ivan 也做了啊。喜欢看你们做的哈、哦。是，黄阿姨很喜欢看你们做的东西哈、哦。是的。好了，我们再给它揉两分钟哈。我们就是按揉就是了，然后这边转它两分钟。哎，往到哪里去了？
黄阿姨今天手有牛油，手有牛油啊 ，OK。然后再来揉，给它揉多两分钟哦。刚刚我们放了那个牛油进去，放了少许盐，那我们现在再揉哈。大家下午好，天地冲，谢谢你，前天生已经 share 了哈 ，OK， 谢谢大家。哇哦，我又看到有很多新朋友哎，有多少个是新的哈？你们也可以分享给我看一下，哎，你是第一次进来的吗？这样子。第一次进来打一。第一次进来打一啊，黄阿姨也会了哦。第一次进来的你们打一哈，让黄阿姨认识你们一下。很多朋友看我哈。是的。啊，我的直播是 open 的哈。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来看，喜欢烹饪的也可以来看，你家里有小美的也可以来看，没有小美也可以看哈。是的。欢迎你们大家来看哦。OK。老辉哥，中午好，辛迪旺，中午好，哇，千天线也做了那个豆腐花哈 ，OK， 很好很好，可以分享给我们看一下，猪肝烂也是来了哈，哇哦，谢谢你们都进来了，你看新旧朋友很多哎，哇，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哎，开始有人打一了哈，还有谁是新的吗？第一次看我们迷黄阿姨直播的，你们都可以打一哈。Lai Peng Wong 也是新的 ，Brunei On 也是新的，欢迎你们，谢谢你们守在这里看我们的牛油面包啦，很香哦。牛油面包，给大家看一下，哎，没有了哈、哦，没有了。昨天我们有 testing 做了牛油面包，只剩相片了，没有那个面包，为什么面包都到我的肚子里了？做完的基本都是我吃完，所以。很香啊，忍不住了，一个人就一人一粒就吃完了哈，因为很香。这个面包今天呢、啊，从这个 recipe 做出来的，你们只要啊烘好之后啊，真的很香哦，相信我，不会耐的，一定是第一天就吃完的，哈。然后你们可以晚上做了，然后明天早上小朋友可以带去吃哈。对的，你们可以晚上做，然后 keep 第二天。已经揉好了哈，让我给大家看一下，好吗？来，这个是揉好的面团哈，看得到吗？这个都不用用手揉的哈，都是小美帮忙代劳的。OK， 谢谢。我 Emily Lim 欢迎你，还有 Jenny Choi 也是第一次进来的。Peggy Ng， 哇，谢谢你们来看我们的直播哈。OK， Stella 三进来第三次打三 OK 吗？绝对可以哦。还有谁进来？我们做直播也才刚做少过一个月哈，可是应该有十次了哈。有没有人进来过十次的？哇，Stella Chiu 厉害哦，你已经进来三次了哎，果然是我们的粉丝，谢谢你们哦。小美值得拥有哈 ，NG 是的，谢谢金珠分享了哈。对，可以投资哈。是的 ，Jenny 一定很好吃哦，一定很好吃。欢迎 Brunei On， 我们一起来学习 Li Wei Hong。啊，我已经会认得你了，黄阿姨，愿你身体健康，顺心如意，一样。现在身体健康，是的，现在身体健康很重要哈、哦，所以疫情又开始比较厉害了，所以你们大家都要能够的话乖乖在家，然后吃东西也要健康一点，所以也要守着黄阿姨的直播，因为黄阿姨健康煮健康吃啦。然后我们就该把它弄一下，弄滑它。弄滑哈，来弄滑那个，把它弄圆就好了哈。弄圆那个面团要就近一点看吗？看神手怎么样把那个面团弄圆。我跟你讲，做直播久了不是，我现在大概比较懂啊。大家会问什么问题？比如说现在撒的粉是哪一个粉？来给我看一下。OK， 刚刚黄阿姨手上有撒了一点粉哈。OK， 所以是用这一个。只要是用特级白包粉，只要用白包粉撒在手上就 OK 了。然后现在我们看，你的功夫可以缩一点吗？啊，缩一点点。就是这样，把它推后面去，把它推后面去。你看到吗？就是这样推，然后你看，缩的，它那个面团有一个滑滑的一面，看得到吗？推后面去，好，看清楚了吗？也清楚了哦 ，OK 了。啊，然后就这样。啊，就像你头顶一样把它放下去。刚才发酵好的。哇，刚才那个小小的就会变这么大了哈。啊，它变变大哈、哦。你放多久时间啊，黄阿姨？这个是放一个小时多，这个有一个小时半了哈、哦。一个小时半啊。对。所以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 before and after。啊，这个是发酵好了了哈。OK。我们可以做了。Before and after，before 是这个。这个 before 啊，放回去。B
before 是小小一个小时，然后你这样子把它拿保鲜膜盖起来，等一个小时之后就会有这么大的啦。啊，不要放冷气房，你放它room temperature 哈。你放 room temperature， 然后它就会变这么大，就放好了哈。你看暖暖的哈，看得到吗 ？OK， 记起来咯，这个就是一个小时。噔噔。现在小美在干嘛？小美其实在煮啦，我们用面团残留在帮她煮哈，你看呢、啊？给大家看一下，用面团残留在哎，不是煮，在洗哦，在洗锅 ，sorry， 在煮锅，呵呵洗锅。这个、发酵好呀，不是我们要捶它，给它空气出来哈。你看功夫又来了咯，捶它，给它空气出来。空气给它出来哈。你的手是怎样抓的啊，阿姨？你的手怎么样抓？你的手是打人啊？打人，打人的手势哦。你平常想怎样打？不好意思啊，来看黄阿姨打人。然后弄圆他。弄圆。打人的手势刚刚 ，OK， 然后再把它搓成长条状哦，搓成长条状。大概是50 gram。OK。你再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大概50 gram 哦。50 gram， 因为今天我们不用量。就是阿嘎阿嘎就好了哈。今天做阿嘎阿嘎，不过阿嘎阿嘎50 gram 哦，大家。你们自己家里的，你就把它量量了，它会做成八粒美美的，刚刚好。是的，你们就量了，可以做八粒美美的就好了。你看这些都是被打过的面包哦，被黄阿姨用手打过的可怜的面包。你看啊，你们看啊，你这样子做看得到吗？这去后面吗？你就把它捏去后面，捏去后面。这一下。啊，折一下。OK。可怜的面包还要被打，还要被挪。面包喜欢这样哦，他喜欢你们这样折它，折了它发酵出来，它很均匀。它就会很均匀哦，做出来的特别不会这样漏洞漏洞啊，特别柔软哈、哦，这样子 OK。所以面团其实有被虐待的那一个倾向啊。你越是去这样子打它，然后再把它弄成小块搓揉，这个是为了等一下不是你烘出来的面包特别松软哦，特别好吃哦。因为它还要再发酵一次才可以冰哦。对，你们现在这样子变成小个，然后搓好之后不是还要再发酵哦？发酵之后，然后才能够拿去烘哦。对，所以我今天没有量，所以有大有小啊。啊，今天黄阿姨很随性哦，她没有量，所以有大个有小个。等一下我黄小妹就很好了，就是去选最大个的来吃就是了咯。要大的拿大，要小的拿小的哦。是的。等它大概5分钟这样就可以。现在我们把它这样子包起来，你可以再包一次慢动作给我看吗？很像很有武功这样。OK， 现在包起来，现在等5分钟哈，等5分钟就 OK 了。我现在来问你，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哈。OK， 我现在来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呀。哇，伊苏伊很好笑，他讲黄阿姨，我被你打到很痛。我是这样给你们比较容易记的哈。OK， 我从下面看上去哦，茉莉她讲 how much each gram， 就是这一个面团，我们现在我们刚刚是用了150 gram 的高筋， yes， 然后50 gram 的低筋面粉，还有20 gram 的牛奶粉哈、yes. ，full cream 牛奶粉哈，茉莉。Auntie Wong so cute， Flower， 你进来了，不要紧，迟到还刚刚好哈。谢谢有位分享了，哎，其实好多新人哦，真的。OK，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是咯，刚刚突然间黄阿姨打那个面团，哇，青天线，她讲窗帘很漂亮哦。Jenny Gong， 我刚刚有回答了哈、哦，面粉多少？面粉就是150 gram 高筋，然后50 gram 低筋，还有20 gram 的牛奶粉哦。他会做八粒50 gram， 八粒的那一个牛奶面包，而且每一粒是50 gram 的面团哦。你称它50 gram， 你称50 gram， 称50 gram 这样子。大概是八粒左右，我昨天做的是八粒哦。是的 ，Stella， 谢谢你哦，要买小美就找黄阿姨。如果你
你们有时有兴趣买小美的可以打59哈、啊。谢谢友妹分享了 ，OK。黄阿姨下午好，是的，面粉多少？哦 ，Jenny， 我回答你了哦。OK， 好，迟到了吗 ？Hashtag Chan， 不要紧，你也进来了。我们现在今天要做牛奶面包，然后还要做 mushroom soup 哈、啊。对，我们现在在这边，他给他等他软一下，我才能够这样揉它哦。是的。我们煮蘑菇汤好吗？可以。你们刚刚如果迟到进来，错过了黄阿姨暴力的一幕，你们可以看重播。我也有时候也会被吓到哈、哦，用拳头，是用拳头打那个面团哈。哦、OK， 我们现在转过来，我们去看那个 mushroom soup 做蘑菇汤。蘑菇汤是，butter 30啊。butter 30 gram， butter 30 gram。这个是增肥餐哦。哎，又来增肥餐。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butter 吃也是很好啦，因为你们要用的是 unsalted butter、啊、你要用好的 butter 啊，对，不要用 margarine 哈，因为 margarine 没有 butter 好啦，所以我们用 butter 其实是蛮健康的，这是我的想法啦。为了让自己可以吃什么都讲得出哈，这就是我啦。今天我们放 butter 放 30g， 放 30g 的 butter。OK， 波林丹，谢谢你，修助 ，Hello， 下午好，谢谢大家分享出去哦。garlic 20哈 ，garlic 要放20g， 20你要先归零一下、哦。因为他本来是要叫你说在里面打碎，可是我已经打碎好，所以我们不用打碎哈。啊，这个 garlic 已经打碎了哦，看得到它是 garlic 吗？20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些 garlic 哦，都是用小美切碎的哈、哦。都是用小美切好的，真方便。二十一可以来了，20g 的 garlic 哦。我们给它爆香。好的。爆香。谢谢林丽分享了。爆香是2分钟，我错了。两分钟。Viroma， 速度2。Viroma。Viroma， Viroma 就是你转完就是了哈。OK， 速度2，给大家看一下哦。好。来。噔噔噔，要有音效，因为刚刚音乐被我关掉了啦。你们想听歌吗？想听歌，下次我安排哈。今天是2分钟 ，Viroma， 速度2，来爆香牛油和蒜头哈。OK，Alexi， 谢谢你啦，美女的声音很甜美，下次我唱歌给你听，要吗？我是不介意献丑啦，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Jenny 蹦油，你来了。哎，要听什么歌啊？下次我就预备我的 playlist 哦，因为我现在只有那个什么啦，孙燕姿的歌。Stella 问 ：Garlic 就是平常切碎了，存在冰箱慢慢用是吗？可以耐几天？我大概用是的，我大概用一个星期，这样我又做新的。好，用一个星期哦 ，Stella。这蒜头要干，不可以有水哈、哦。啊，有水的话它就不耐哦。如果你的蒜头是湿洗好是湿的、嗯，然后你切的话，那么你放进冰箱不会那么耐哈、哦，不会那么耐。真的要啊 ，Alexis Brunei 还跟我讲好嘞。我老，你们谁想要听我唱歌的？你们可以打2哦。okay, 我 testing 一下罢了。点菜呀、啊。黄阿姨觉得被威胁了。微风哦，要听唱歌，另外再开播听开给你们看。可以要另外听开播唱歌的，你们打2哈、啊。然后好像开演唱会哦。我出来讲，不好意思，要准备上课了，谢谢你，下次再参加你的直播，感恩感恩你哈、哦，不要紧。哎，是谁？微风讲的，微风讲的。OK， 仙丽来了，中午好。OK， 我们现在要做 mushroom soup 哦，刚刚放了蒜头和牛油进去爆香。2分钟 Viroma 速度2 ，OK， 牛奶多少？陈金珠，你是说刚才的是吗？刚才的牛油面包牛奶放了多少？130。不过不要紧，不要紧哦，金珠，我们等一下也是会放那个 recipe 上网的哈，我们都会放上去。我们会有 recipe， 然后你只是看我的过程，你照着那 recipe 做哈。哇，你们太，你们是在。鼓励和安慰我吗？这么多人打2啊，这么多2，还没有停。2是做什么？2是要我唱歌啦。啊！Oh no！ 给自己 set trap。OK， 请问面包的糖放多少？
面包的糖刚刚三十 gram 和 serene 放三十。I like song. What song you like, ah, Jenny Bong? You have to tell me, oh. Mandy Ong 也来二。OK， 现在我们把马铃薯放进去，放三百。你给我看一下，看一眼 before 它下去。来，这是马铃薯的最后一眼，就是这样啦。你们啊，洗好，然后切啊，彩礼哈。OK， 你们洗好切成这样，然后把它放进去，放三百 gram 哦，三百 gram 的马铃薯。水五百。水五百 gram， 来。水五百啊。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你们有发现到黄阿姨今天的头发不一样吗？啊，又来讲我头发了。是啊，因为现在又有新朋友进来了，下午好分享了，谢谢郭阿鹏。是啊，五百 gram 的水。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点，不要紧，比较水一点了。好，鸡精一粒哈。鸡精一粒 ，OK。好，刚刚放了那个马铃薯三百，水五百，然后鸡精一粒。就简单煮咯。OK， 现在是煮20分钟，现在要煮20分钟，100度，速度几？二，速度二哦，先例，别让我们失望了，高歌一曲。哎，你们的二啊，可以停了咯。PM 车，下午好。完蛋了，完蛋了！可以，我需要安排一下，我安排一下，下个礼拜唱给你们听。来，我们现在要弄这个，要弄面包了哈。可以的，非常期待李莲兄讲 OK。你们想听什么歌？可以给我知道一下吗？不要等下我播错歌种，不安你们呢。那这个就是刚刚刚刚的那一个发酵的面包啦。这样啊，刚刚被虐待的面包。用这个来揉它。你再回来嘛，妈妈，你再这样子拿起来一下。用这个来揉它。你看它会像又要虐待面包吗？所以把这个面包跟它揉成长条状哦，看得到吗？它这个尾巴，你把它弄破一下。哎呦，来了，小 pet ball 来了，黄阿姨小 pet ball， 给大家看一下。变成它等一下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它不会分开去哈，全部哦 ，OK， 你们这样转进来的时候，你这样推一下哈，哎，转进来一下，推一下，注意喽。就是你揉的时候，因为它有破皮啊，它就不会就堆在一起，它不会分开哈。OK， 啊，这样推一下哈，推一下，好，揉进来，推一下，揉进来，好，推一下，好，推一下，好了。就完整了，这样清楚吗？当然是不清楚了，一定要再来多一次的。哇，等一下啊 ，OK， 大家注意啦，现在是功夫的时间到，你们赶快 share 出去哦。现在黄阿姨教怎么样把那个面团揉到这样子的面团会有什么好处呢？大概，这样子的面团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它会。不会讲裂开去，不会裂开哦。等一下，全部会啊，全部都会粘在一起哈。等一下，所以这样子的面团，如果你做到好了之后，不是它就不会裂开哦。所以你看，首先第一步，等一下，你不要转先，可以慢一点吗？第一步先把它那一个地方弄破一点，你有看到吗？第二步你开始转它，然后推一下，推一点，然后再转。再推一点，推一点点哦，推一点点哦，不要跟我推断掉哦，不可以爆头哦，OK， 要斯文的推哦，再推一点，温柔的推一下，然后再这样子，然后再温柔的推一下。意思只是要把那个面包皮弄破一点哦。你要把面包皮弄破一点点哈，怎么嘞？就可以了，它就会粘在一起了。就会粘在一起哦，虽然它不是，你看做出来的就会漂亮漂亮的哦。再看多一个，来慢动作的，好吗？我们有八个，有八个啊。我们有八个。OK， 来给大家看哦。有八个。所以要快快。好。高兴下午来吃了，不要紧，刚刚好，我们在做最重要的地方哈。咪咪说唱小幸运，可以了。贤丽说出来做得到，什么歌都可以。好，听歌是一种享受，不耐讲。前天先问蘑菇汤可以放蘑菇粉吗？等一下我回答你，等我看完这一个步骤先哈。OK， 大家清楚了吗？我们再来多一个。黄阿姨啊，蘑菇汤可以放蘑菇粉吗？没有用过蘑菇粉。黄阿姨没有用过蘑菇粉哦，前天。
他用蘑菇哈。啊，黄阿姨会的，我都会教你们哈。是的。不会的，我跟你说的，要你教我。啊，对，其实我们大家交流嘛，哈，黄阿姨会的就教大家咯。我会的，我会跟你们讲哈。是的，李炼素非常期待歌声。哇！哇哦，中午好，中午好。只出歌声哦，点歌，我只在乎你。哇！哇啦哦，可以天天 follow you song, love you many, I love you too, 哈 ，Jenny。小妹的 camera wrong side 了哈，怎么样 wrong side？ 哎呦 ，wrong side 了。这有对吗？有对吗？对吗 ？NG 讲 wrong side 是看不到是吗？啊。有谁看得到的？要可以跟我讲一下哦。四个 ，OK 吗？我弄散了，有对吗？有对吗 ？OK 吗 ？OK 哦，看得到哦。嗯，这样 OK 吗？可以，可以，可以。来，我们看一下怎样揉这个面团哦。揉它。对，这些面包都是刚刚饱经折磨的，不过就是为了让它变成很松软、很好吃哈，所以它受一点苦也是不免的啦哈，好吗？这样哦。OK。你这样弄好，然后你尾巴弄破，看到吗？弄破了。OK， 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五个了哦。然后推一点，推一点，卷一点，卷进来推一下。可是推的时候要温柔哦。OK， 不要大大力推，不要大大力推哦。不要推断它就好了。啊，对对对。对，就这样了哈。OK， 好的，应该看够了哈。啊。还要再看多一个吗？够了，够了。够了哈。够了，等下头晕了。头晕去哦，你们会头晕吗？这样子看得到哈。我给你们看多一个啦，600人就唱好吗？600人，哦，我对不准啦。OK， 我现在对准一下 ，NG， 再看多一个哦。今天做什么面包 ？I can 啊 ，I can， 我们做牛油面包哦。今天做香菜牛奶面包哈。OK， 香菜牛奶面包。啊。OK， 完成了。这样啊，好。OK， 好。OK， 我现在放回去原位。面包刚进来，面团好了要发酵吗？要发酵哈、哦。要发酵哦。来，我一个个回答你们的问题。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是我故意给它发酵很大哈、哦，因为最少要发酵20分钟以后，最少要半个小时还是25分钟以后，这样会它会比较大力哈、哦。啊，今天我们做小小粒。啊，我们不用，因为不用给它发酵这么大，这么呢，我们要快一点点哦。是哦，才舒畅，所以面团要发酵哈。Ivan 问，如果用200g 的高筋面包会比较硬吗？啊，它会比较有弹性。会比较有弹性哈 ，Ivan。OK， 今天做牛奶面包 ，NG OK 吗？刚才都看到哈，有对准了哈。Alexis 讲600人就唱，Alexis， 我好可以，下个礼拜一定唱，你们帮我哈，帮我 share 出去。陈金珠说可以做包 ，OK， 有对有对了哦，谢谢 Yvonne 啊 ，OK， 这个简单又容易做，是的，这个真的是简单又容易做哈。啊 ，Emily， 可以试做哈。你们都可以试做哦 ，OK。是了，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啊黄阿姨的吗？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粉丝啊，他们会在就是 Messenger 里面会问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要加多少啊，那个怎么样啊，可能一些小 pebble 啊，其实我们都可以回答大家哈。不过最好的问法嘞，就是你们就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问哈。哦，建议这个台就看阿姨做面包，这样学习烘焙才不会分心。谢谢你哈 ，NG， 我也是这么认为。我唱歌顶多在旁边唱两句就好了 ，OK 我。我不敢唱，其实。不过大家这么多饿，我下个礼拜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我们刚刚排好了哈 ，OK。让它胖一点。啊，现在等它变啊发酵一下，然后我们才做那个，才拿去烘哦。还没有放 parsley 哈，是吗？这两个尾巴要给它捏起来哈。两个尾巴要捏起来，看得到吗？啊。最后一步骤，两个尾巴要捏起来哦。捏起来，不要给它开开的。OK， 给你们看近一点点呐。OK， 尾巴要捏起来。不要给它开开的哈。OK。捏起来，看到吗？不要给它开开。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捏起来呢？因为等一下要开刀哦。哦，你说就开刀，然后才放这个牛油哈。放牛油。那个牛油跟那个糖、牛奶哈。OK。要刷上去。你说做面包容易吗？做表皮啦。又要捏，等一下还要开刀。哎呦，为了我们哈。好吃吗？这个要发酵多久啊？要20分钟，要20分钟发酵、哦啊、最少都要20分钟，最少要20分钟哈。OK， 好的，那我们就把它送进去发酵了。来，我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哈。OK， 请问小美可以炸蒜米油吗？裴红问，请问小美可以炸蒜米油吗？炸蒜米油，这一个 TM6 可以。可以哦 ，TM6 可以哦。可以的，小美可以炸蒜米油哦 ，TM6。TM6 的温度比较高。对，雷轰叉问：第二天面包会硬吗？要如何收到明天呢 ？OK， 我等下帮你问一下哦。这一个不会硬。不会硬哈。这一个不会硬。OK。因为它里面有20%的低筋粉，是柔软的。所以不会硬。我昨天做了，我还有剩，早上他们也是这样吃。OK， 不过是放哪里 keep 呢？要怎样 keep 呢？放冰柜吗？放室温就可以了哦。雷轰放室温就可以了哦。Angie， 小妹另外开台唱歌，这样我们可以听出而已。Angie， 我一定不会另外开台唱歌的啦，我顶多只是唱两句就好了。不，这个、我没有那么专业。这个、是它的那个包的表皮，我放牛油。这个是。这个是啊，刚刚有人问哈、哦，黄色的是什么？这一个是放在包表皮的哈、哦，牛油多少？30。牛油30 gram。糖10。糖10 gram。然后牛奶1 tablespoon。牛奶1 tablespoon 哦，看得出吗？这个、啊，这个放这个香菜的，这个刘妈妈给我的哈、哦。哎。今天有 secret recipe、啊、香菜哦、嗯、刘妈妈给的香菜、嗯、是全部倒进去吗？不可以，倒一点哦、啊、一来放这样子倒一点点。如果你们小朋友不喜欢吃香菜你可以不用放哦。啊，你看一下，如果小朋友喜欢的话你就这样倒一点哦、啊、它是其实它是我们这样子那种西洋香菜、哦、啊，这种是西洋香菜，看得清楚哦、嗯、OK 吗？OK， 请问 Lisa 就问，请问黄阿姨一次可以烤两盘面包吗？可以一次过烤两盘面包吗？就是刚才那个一盘是8个吗、啊、那么你可以不可以一次过烤两盘16个？打两个，打两份。可以打两份吗、啊、可以哦，可以。你如果用小美可以一次过打两份，也可以一次过打3份哦，没有问题的哦、啊、就看你要做多大的分量了哦。对对对。OK， 因为我今天我是做给大家看，我不能够做多多，他没有做多多，时间不够哈。Any deal? Can you say again the bread ingredient? The bread ingredient， 再讲一次哈。Bread ingredient here。来。Yes。我读一次给你听哈。刚刚的 bread ingredient 啊，不过这个我们都会放在食谱里面的啦。等一下我们都会 post 在我们的面子书上面哈。130 gram 的牛奶，然后1 teaspoon 的 yeast 酵母。30 gram 的糖，然后过后呢，我们再加的就是150 gram 的高筋粉，50 gram 的低筋粉，和20 gram 的牛奶粉，全脂牛奶哈、哦。然后最后还会加15 gram 的牛油和盐少许。少许的盐、啊、然后你再揉它2分钟、啊、然后再虐待那个面包。黄阿姨跟你们说、哦、放在它2分钟那个最后放牛油跟盐才揉了，不是面包揉出来它比较松软比较滑、哦、嗯，对，所以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再揉它、啊、它会更松软，牛油来揉比较是的、嗯
最后为什么牛油最后两分钟才加进去呢？这是小 pebble 哈、哦，记起来哦。就是说这样子揉的话，那个面包会比较松软哈、哦。啊，我发现到它这样揉出来的会比较松软哈、哦。是黄阿姨自己发现的哈、哦，所以那个牛油最后两分钟进去揉就好了哈。是的，所以黄阿姨呢，她是会在最后两分钟才把牛油放进去，因为她发现这样子比较软。OK， 好的，所以 Annie 这个是 recipe 哈、哦，不过我们还是会 post 在啊 online 的哈、哦、，post 在我们 Facebook 上面。Jenny Yap， Auntie Wong can cook curry chicken， 哇 ，curry chicken 哦 ，very good 哦 ，project 哦，big project， can we prepare for the big project？ Mary， 烘盘是有涂油的对吗？盖那个盘有涂油吗？盖那个 tray、啊、有哈 ，Mary。然后放涂油。你放纸，那放那个 baking paper， 然后你再涂油哈、啊。比较好啦， okay. 除非你那个盘是 nonstick 的。啊，如果你的盘子是 nonstick， 你不要放的话也是可以啦。不过有放纸跟油比较好哦。是的 ，Annie Wong， 黄阿姨可以教全麦面包吗？全麦面包有做过，可以安排一下。At least one， 黄色的是什么？黄色的就是刚刚我们有讲，然后那个牛油，然后现在它已经不黄了，它现在变青了哈，因为放了 parsley 进去了，放菜进去了哈。等一下就把它涂在面包上面。如果小孩子不喜欢的话，那么你就不要放那个青青的菜喽。不要放那个菜，因为菜它有那种个怪怪的香味，有怪怪的香味，有的人不喜欢吗？OK。莉莲，黄阿姨的厨艺真棒，谢谢你，莉莲。吹赖，慢慢学，慢慢学，我们一起学哈。就是为了这个小美能够做什么东西，我们因为有客户他们拿回去的，他们有些人不会用，不是？我就通过这样直播开给他们看，他们这样看呀，他们就会用哦，很开心哦。是的，很棒，很棒。吹赖，我会做普通的紫薯面包，哇，你很厉害了哎。这个还普通啊，紫薯面包啊，是的，雷昏叉，谢谢你黄阿姨，谢谢你们看直播哈 ，Smith， 大家中午好，是的，哎 ，Florence 有问题啦，我的豆浆水在九分钟110度 ，spoon 二的时候，整个过程都不会滚上来哦，是不是我的 TM5 有问题啊？豆有问题。应该是豆有问题哦、啊。有时候豆啊，它不新鲜的话，不是它没有豆浆了。是哈。你怎样煮它都没有那个，都不会滚出来。像你那个豆浆啊，你不用做豆腐花了，你要做豆腐水可是它豆腐花有做成哦 ，Florence，、啊、好吃吗、啊？好吃吗嘞？可以啊。啊，它有做成哦。它速度也没有放高嘞。你是不是速度有放？哎，没有，它放 spoon 二 ，spoon 二 ，spoon 二。Speed 二，后来有做成啦、啊，有做成哦，厉害哦！因为我那时候我做的时候，不是它不会滚出来，哎，豆浆没有豆浆，然后它再滚的话，做了豆腐花不成功了。我跟你讲，有时候那个豆有脾气啦。啊，你豆有时候有问题的话，也是没有浆哈、哦，要注意一下哈、哦。嗯。At least one， 什么是香菜？豆腐花做出来会美吗？对咯 ，Florence， 你的豆腐花有美美吗？可以拍一点来给我们看一下吗 ，Florence？应该会好看呢，因为如果跟着 recipe 去做的话、啊、应该也是会漂亮的、哦、是吗？而且 Florence 很有经验的下 Alice Wong， 什么是香菜？香菜是 parsley 哈、哦、parsley OK， 好臭哇、哦、卡卡了，稀疏真的有卡哈，有卡了吗？那个干的香菜怎么做？ MK Law 问怎么样做这个香啊干的香菜，是拿去晒吗？买的、啊是买的，买的。他有好像讲，可以用我们fresh 的那个香菜放进去就可以了啦。啊，有一些人用 fresh 的香菜也是可以哦。啊、对，是的。然后 Chen Tian Sing， 黄阿姨可以做日式 cheese tart 吗 ？Japanese cheese tart。其实他没有做过。还没有做过，就是中间有点半熟半熟的哈、哦啊。嗯。一个，我忘记了那个叫什么。也是 cheese tart 哈，那种哈，啊，黄阿姨有黄阿姨自己 version 的 cheese tart， 下次 share 给你们哈，千点线。OK， 黄阿姨棒棒哒，谢谢你 ，Danny。什么奶粉可以看吗？喝一号。哦，奶粉哈。什么奶粉？就是只要是 full cream 的那个 milk powder 就 OK 了哈，喝一号。不过黄阿姨现在拿给你看一下啊。OK， 劳力 key， Brunei on， 馅料放什么 ？Jumoy， 没有放馅料哈、哦，这一次的面包不是我们只是把它涂在上面，
哦，这种哦，分 leaf 啊，我们用分 leaf full cream 牛奶粉，可是什么牌子都 OK 啦 ，OK， 只要是 full cream 牛奶粉就可以了哦，它里面就是牛奶粉的了哈 ，OK 吗？炒菜给大家看。你要炒菜哈、啊？可以呀、啊，喜欢呢、啊。要看炒菜吗？要看炒菜都打三哦。OK， 我再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要炒菜吗？蔡淑灿问：第一次发酵要多久呢？1小时到1小时半哦。哦，那个面粉团第一次发酵要1小时到1小时半哦。OK， 怎么样才能够拿到食谱呀？来，我等一下 share 给你看哦，微信，微信。Lisa 问：请问可以教我怎样操作烤两盘面包？是要开风扇，要调整上下盘吗？我烤两盘总是不理想。Lisa， 这个要看自己的那一个烘炉哦，要看自己的 oven 哦。就是咯，因为每个人 oven 不一样。我烤八粒，我才用小小的 oven。小小 oven， 等一下带你去看小 oven 哈、啊，不要。小小的 oven。跟我40年的那个老 oven 来的。那个是嫁妆嘛？能丢啊。那个小 oven 不会坏，还不能丢，是嫁妆来的吗，黄阿姨？它具有八粒，我就用小 oven 来。OK、啊。所以 Lisa 就要看个人的 oven 哈、哦。要看炒菜吗？要看炒菜，有人打三哦，啊啊、有打三就看炒菜哦 ，OK。我们放橄榄油哈、哦。放橄榄油，这个炒菜没有 recipe 咯，只是看而已。没有 recipe 的、哦。Florence， 黄阿姨可以教蒸包子吗？哎，之前有蒸过包子吗？有蒸过包子了哈、哦、，Florence 可以看重播。还要看我们可以再做。下次我们可以再做蒸包子，里面放内馅的哈、哦。做叉烧包好不好？叉烧包要吗？叉烧包。叉烧包，叉烧包可以哦，叉烧包打四，哎呀妈，橄榄油放蒜头哈，我们爆香哈。现我们把它放橄榄油和蒜头拿来爆香了哦。嗯、爆香你们懂多少吗？就是爆香多少嘞？三分钟、啊、三分钟微了吗然后速度二 ，OK，、啊、就放着在那边咯。OK， 这个哈、啊、好了不是？我们现在要 blend 它哈、哦。你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啊、OK， 我回答一下问题哈、哦。Cupcake， 蒸包子。OK， 我要记起来。还有咖喱，刚刚。哇，谢谢你们给这么多食谱哈、哦啊。还有那个蛋挞哈、哦。哎，这个转过来。我转过来。OK， 给我第三只手啊。OK， 3333333。哎，很多人要三呢。要看菜呀、啊。啊，要看菜、啊，对，就是在炒这了哦。对，我有炒很多菜给你们看了哈、哦。对，然后现在还有四，要看那个什么做叉烧包的哈、哦。哇！叉烧包不是要听我唱歌哈、哦？哎呦，君妹问讲是袁熙，其实我不会耶，君妹，我真的啊，袁熙呀、啊，他讲袁熙吗？他是袁熙哦。Parsley 是袁熙哈。袁熙哦。是吗 ？Parsley 是袁熙吗？西洋香菜、啊。西洋香菜呀、啊。Parsley 是西洋香菜啊，我不会原西啊，华文不够用，现在是好久没。哇，333。这个要来 blend 一下哈。OK。这蘑菇啊，马铃薯煮好了，不是要来 blend 一下 ，blend、okay. 一分钟哦。好的，等一下回答你哦，茉莉。哎，马铃薯，给我看一下先。嗯。它煮到这样了，它煮到这样子哦，就是煮到有颜色这样、嗯、这个是 mushroom soup 哈，大家、啊、刚刚的 mushroom soup、嗯、然后现在我们要 blend 它 blend 它哈 OK 好，1分钟0到10哈，一分钟零到十，嗯，所以你就用一分钟去 blend 它就好了哈，要学叉烧包很多耶，很多人打四哦， OK 可以
茉莉问那个面包需要焙多久？茉莉刚刚有问，来这个面包我们刚刚放进去的那个面包要焙多久？看你的 oven， 我的大概放18分钟。黄阿姨放18分钟哈？18分钟到20分钟这样子，看颜色哈。18到20分钟。颜色哈。OK。你拿什么东西呀、啊？这个是蘑菇哈、哦。蘑菇啊。好了，我们现在把它蘑菇放进来哈、哦。我看一下，哦，这个水现在煮好了哈、哦，有 blend 好了、嗯，现在我们就把蘑菇放进来了哈、哦。嗯。看到吗？对。OK， 然后蘑菇来了。蘑菇多少？一盒。一盒蘑菇哦，就刚才我们有说给大家看的一盒蘑菇。是6秒。6秒啊。啊。速度器。速度器6秒。看到吗？这样子 blend 一下就好了。6秒哦，哇哦，就好了。6秒啊？七秒啊？7秒啊？有达到吗？没有达到。没有达到哈、啊，因为秒数不够。再来，七，放七啊，7秒。速度七。速度6。速度6。打 blend 去刚才。啊，速度6，去呀。OK。OK。这样就打好了。好的。它不要太幼啊。哦，不要太幼，我们要有点粗粗的。好了，有一点点。看一下。啊，对，这样啊。哇、wow。对。就这样打出来，所以就有口感了，看到吗？对，对是这样的了。看得到哦。嗯。哇哦，就这样搞定了。加牛奶哈。加牛奶。啊，牛奶白5哈。加白5牛奶，嗯，零，加牛奶白5，还有胡椒粉，还有加胡椒粉。我等一下一次过回答你们的问题哦。OK， 我又看到有人开始问问题了。啊。胡椒粉，好，胡椒粉放一点，这样放一点点啊，一点点胡椒粉哦，你们看到吗？盐放一点，盐也是放一点点，啊、够了，一点点而已哦，就够了。因为大概鸡精会咸哈。嗯，因为刚才有放一个鸡精块了哈、啊。对，好的。然后给它煮，煮多久啊？给它煮2分钟就好了啊。哇，2分钟就 OK 了。啊，煮2分钟就完成了。80度，因为有牛奶不要煮太高哈。速度2，OK，OK，、okay, 搞定。然后又有黄小妹的一句话，不要管它了。啊，然后这个放进去了。我们把炒菜放进去哈。我们现在这一边，你看，刚才是这一台在煮那个 mushroom soup， 现在我们这一台在炒菜哦。嗯，在炒菜。看到吗？可以把菜全部放进去。好，盖起来。等它温度上了，它现在温度只有70度吗？是不是？嗯。它上100度了，你就放这个盐水下去哈。哦，你这样子看得到速度的哈。嗯。OK， 好。我们放3分钟半。3分钟半。这个是速度放。放罗马。然后汤匙哦，倒转 okay, 倒转 ，OK， 转到，然后我就调那个盐水啊 ，OK， 很香。来，我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了。Need to bake how long, Molly？ 大概啊，黄阿姨的那个烘炉是 bake 18到20分钟哈、啊，然后你要看你的烘炉怎样哦。会 bake 得来得及吗？哈，是哈，会 bake 来得及啦，可以啦哈。然后 Alice 问 Parsley 哪里买，其实应该是 supermarket 都有的卖哈，都有的卖香料的区啊。其实如果你去买那种啊阿摩烧的那种香料，有没有青青色一瓶一瓶的，那些也是有的哈。哦，想要看那个叉烧包哦，很多都想要看叉烧包。哦，是咯。全部都想要看叉烧包的。嗯、我们把这个盐水倒一点。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个、啊、刚刚炒菜哦，这个是随性的炒菜哦。啊、现在是炒菜。你看炒菜就在我们讲话之间就差不多都炒好了咯。Florence 讲他的黄豆是去皮去心的哈。哦，难怪。为什么嘞？哇，好哦。好料来的哦。难怪不是很会起哦。嗯、Florence 原来你做了这么多功夫。很白啊。
你做出来的豆腐花会很滑很白吗 ，Lawrence？ 哇，你去皮去心啊，这么有心啊！哇，老哎，很多功哦，真的很多功哦 ，Florence， 难怪。哇，老 ，OK。你关哪一个？关错。第四，叉烧包，叉烧包，哇，真的要学叉烧包。Star Star， is this a blender？ No， this is not a blender 哦，这个是小美。你们想要了解的，你们可以打59号和、哦、打 59就可以了解咯。要学叉烧包，我们已经听到你们大家的心声了 ，OK。一妹问：这个面包可以拿来蒸吗？刚刚我们拿去烘的面包，可以拿来蒸的吗？不可以。不可以哦，一妹，那个 recipe 是拿来烘的哈、哦。啊，是拿来烘的 recipe。你看，我们 mushroom soup 已经倒出来了。看到吗？幼一点可以打久一点哈、哦。啊，你们如果要够幼的话，你们可以打久一点哈、哦。看得到吗 ？mushroom soup， 耶！哇，这个真的很像哦，很像那种。店里面 restaurant 卖的 mushroom soup 哈、哦，很好喝的样子是咯，我也是觉得很好喝哎。哇，马票可以买一三一四 ，Brunei 你连马票都在看了啊，Peggy 我等一下帮你问黄阿姨一下哈、哦、，OK 那个如果不要放鸡精块可以不要放吗？可以做叉烧，学做叉烧。对了，花阿姨啊，你教叉烧包，你是教买做叉烧吗？叉烧，我有叉烧的，也是有自己煮的那种吗？哦，可以分开教哈、哦，大家可以分开教哈、哦。Alice， 叉烧就叉烧，叉烧包的时候我们就在教叉烧包了哈、哦。也可以的，两个都可以的哈。哦。要安排一下。Peggy 问讲没有鸡精块可以不要放吗？可以。可以哦，可以不要放鸡精块哦。因为有的人没有吃这个调味料哈、哦。是的 ，Peggy 可以不要放鸡精块哦。嗯、啊，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嗯。可以浇叉烧，可以的。可以浇鸡肉松吗 ？Jenny 问。我会做鸡肉松，没背哦，没有做鸡肉松哦 ，Jenny。有看过没做过？不会。靠修庆。美女，芫茜就是香菜是吗？对，是 对的。对，我有黄阿姨跟我 confirm， 所以我就有信心的跟你讲，是的。对 ，Alice 用什么蘑菇啊？什么蘑菇我们用啊？蘑菇啊？嗯、啊，看一下。我用这样的，你用其他的。你用其他种类的都 OK 哦，用 Australia 哪里的都 OK。可是我们今天用这样一 pack 哈、哦。是的。我们今天 at least 我们今天用这样子一 pack 的哈。Cindy 问讲可以教做黄梨塔吗？黄梨饼。黄阿姨，过年饼哦。过年饼啊。啊，年饼哦。过年教。过年教你哈，过年前教你。蘑菇汤很香，全点心看了很好吃，是了，我都饿了咯，很好喝。Cindy Lim 是的，我也饿了，很香哦。哎，菜菜好了，拿菜菜。菜菜也好了，蘑菇也好了。都好了哈，汉堡哈，汉堡 OK 了吗 ？OK， 去看一下包包哈。美女有男朋友吗？狗弟 ，OK。Florence 问讲 ，bun bake 18到20分钟，要 bake 多少 degree 哈 ？bake 多少度啊？那个 bun？ 还没有，因为刚才是给它发酵先啊。哦、OK， 现在是发酵了哈，这个 bun。还能够 bake 给大家看吗？大家还能够等吗？我看一下哈。嗯，我看过后等一下发上去给大家看、啊、再教你们一下、啊、怎么样 OK 割一下，你再割一下，我放近一点给大家看、哦、好吗、嗯、然后再割一下、okay, 你用那个小刀，就是我们这个刀具煮的小刀、哦、对，你这样割一下、啊、你割一下，然后你弹那个香菜上去、哦啊、你就轻轻割一刀哦、嗯、要开刀哦，做面包都不容易啊，真的、哎、这个割歪去了，哎呦，你看还会被割歪的、哎、你说刚才还要被因为这个是没有license的医生啊，还要用拳头打、嗯、还要揉还要切，好这样哦、面包比较苦，对哦，这样割开它哦 OK 好的、嗯、啊，这样啊、哦、割开它，然后我们涂那个上去咯，是的。Florence， 等下我回答你的问题哦，要备多少度哈、哦？要备多少度啊？这一个是八到二十分钟，要烘多少度？180度哈、哦、，Florence try。180度。来，我们现在把它涂上去。涂上去。
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牛油，还有那个糖和那个牛奶，牛奶哈，嗯、还有叫什么名啊 ？Parsley， 华文叫吗？啊，香菜是香菜。他们刚刚有讲一个很特别的名，芫香哈。芫茜，芫茜，芫茜名字这么好听。他等一下背呀，他会开开去哈、哦，他会开开去。芫茜，以后我生女儿就叫芫茜。嗯 ，OK， 好香哦，香味都飘到文莱这里了，仙丽，哎呦，文莱这里是的，好久不见哈、哦，文莱可没。我本来还想做面包配蘑菇，我现在看来不能够配给你们看了哈、哦，你们能够等吗？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放进去烘、啊，等一下我就把照片拍上去给大家看喽、啊，烘出来的，给你们看哈、哦。是的、啊，美女可以教做牛油包吗？牛油包。牛油包之前有教过了吗？忘记了，可以哈、哦、，Michelle 没有问题。可以，其实包很多种的，包只要你拿到一种你喜欢的，不是你可以变怎样都可以哈、哦。可以像 magic 这样变来变去、哦啊、你可以变来变去，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做朵纳，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做面包都可以的哈、哦。是的。嗯Peggy 问蘑菇用白色的可以吗？这个可以，一定可以哈，没问题。I can 肚子饿了，流口水，我也是要吃哦。Jenny Bong 也是，Jango 也是流口水了。对，嗯，吹来文武双全，因为看了刚刚的打功夫是吗？嗯，这个菇会苦吗 ？Ivan 问，这个菇不会苦哈 ，Ivan。习俗屁看那个黄阿姨帮忙包子动手术，你看还要切开，还要涂那个什么。涂香料上去哈，现在才拿去 bake 哈。啊，现在拿去 bake 18到20分钟，180度哈。嗯 ，OK。请问拿手揉多久和发酵？哎，拿手揉多久啊？要如果用手揉的话，要手揉要揉到它化为止哈。啊，对。叫我拿去 bake 呀。拿去 bake 先 ，OK。Evon Min， 谢谢黄阿姨的分享，不客气哈。陈美珍，等下再回答你。不过我们都会写在食谱里面哦，大家。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做好的 mushroom soup， 哇，其实上面再放一点东西点缀一下就很 high class 了哈、哦。其实它本来就是很 high class 的食物啊，我觉得我都喜欢吃了。这个也是 ，Where to buy the table mat pink color？Where to buy the table mat？ 上次有讲过哈，应该是在啊，都是在蛋糕店里面买的哈 ，Star Star。We buy it in the cake shop, huh? Ingredient shop. Okay. 这个菜菜咯。没有试过这个蘑菇汤的 recipe， 等你试一下啦 ，Ivan， 哈、huh? ，Okay。啊，很好吃。Hohing， 黄阿姨可以教咖喱巴吗？哇，啊、高手哦 ，Hohing， 可以啦。咖喱巴。Fresh mushroom need how many gram？I don't know how many gram, but then one whole pack, size of gram 啊，称一下咯，等一下。150到200这样啊。Around 150 to 200 gram, 哈 ，Molly，、嗯、可以做鸡蛋糕吗 ？Andy Wong， 哇哦，鸡蛋糕有做过吗？之前，你看今天 Andy Wong 可以哦，哇，我等一下要帮忙你们记起来一下，嗯、你们的咖喱包、咖喱鸡根都有，蛋挞，哇，今天我们收获了很多 request on 食谱哈。你们要多多支持啦，要常常进来看和 share 出去，那我们就可以一直都做给大家看哈。嗯。OK， 你看今天这个，这个、还要摆盘哈、啊，要摆美美的。没有，本来要放面包了，现在面包来不及了，不能了。就放一个汤。这个啊、就是这样咯，是，好像去吃西餐这样啊。是咯，你看自己在家里摆一下，这样子有东西摆摆，也是很漂亮哈、哦。啊，所以你们看，哦。你上面要放一点青青的菜吗？这样放也是很美哦。在家里也可以这样煮哈，在家里也可以这样煮哈、嗯，看得到吗？你有小美，怎么都会煮，不用怕是的，大家都是厨神哈。啊，看到吗？所以这样子，大家如果看了这个小美弄出来的东西， yummy, 是不是很美？她菜炒出来的不是她，这、嗯、个叶绿素还在的哈。嗯，它不会讲黄掉哦，很美的，这个菜很好吃的，它的菜的味道还在哈。
所以大家你们如果对小美有兴趣的话，记得找我哦。啊，记得联络我们哈，打59哦。哇、okay. 昨天陈美珍做了肉圆好好吃，感恩你无私的教导。是的，我们都会教哈，大家你们只要想学的你们都可以点进来哦，都是 free 的哈、啊。这个是鸡胸肉，我是腌盐跟胡椒粉，然后放一点蛋清，放一点空辣拿去煎哈、啊、就是这样配蘑菇汤。是的，大家说有蘑菇汤，所以我们要煎一点鸡胸肉来。鸡胸肉啊，鸡胸肉这样煎出来很嫩，很好吃哈、哦。是的，哎，很久没有帮忙拍照了，帮黄阿姨拍照。你看，我刚刚哈、刚刚进来的朋友哦，你们没有看黄阿姨今天头发不一样，没有注意吗？嗯、今天她配蘑菇头哈、哦，帮我拍蘑菇汤，蘑菇汤所以配蘑菇头、啊，帮忙我拍照一下哈、哦、，OK。蘑菇汤。OK OK， 谢谢大家、哦、你们拍了照片可以 send 给我、啊，拍了照片可以 send 给我哈。好、啊，等一下给你看包啊。OK，、啊、等一下我们把空好的包给你们看一下哈。好。OK， 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的话，那我们就下播喽。谢谢你们。拜拜。OK， 拜拜。OK， 拜拜。拜拜。看一下，等他们讲拜拜先，还有问题吗？应该没有问题了哎。OK。好的，拜拜。